今日系2023年3月17号，我系 Cam 咧。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我终于开咗个 ChatGPT 啦。咁啊，小弟咧用咗个 Opera 嘅 browser，然后咁啱有个朋友喺外国有一张漫游嘅太空卡，所以咧就收到个 SMS 嘅认证，就成功登记到啦。咁咧，小弟咧亦都跟紧一啲嘅project 咁啊，畫緊一啲嘅外牆，咁其中一個地方咧就叫做佳音堂，咁佢係一個76年嘅教會嚟嘅，咁咧佢嘅外牆咧就經過多個月裡面嘅傾偈之後咧，咁終於可以咧就喺佢哋嘅外牆嗰度咧就可以畫一啲嘅壁畫，咁個壁畫嗰啲尺寸啊，咁啊之前咧就去度咗尺啦，咁亦都畫咗一啲嘅草圖，小弟嘅草稿。咁喺個畫畫嘅過程裡面咧，咁希望可以咧個概念以挪亞方舟拯救過百嘅犬隻，咁啊希望可以提倡到寄養領養不棄養嘅一個故事。咁你會見到咧，佳音堂外面咧亦都有一啲冷氣機，有窗口同埋一啲抽氣扇嘅位置。咁就參考翻而家畫面上面嗰幅圖，就想有一啲嘅元素嘅繪畫，可以將一啲限制或者一啲嘅素材咧就入稿，譬如抽氣扇去變咗只貓貓去爬入去嗰個抽氣扇等等嗰啲。咁啊目的咧，希望可以咧由街坊啦、公眾人士或者係社區人士咧，就可以多啲去參與畫一啲嘅狗仔。原因係喺洪水橋新發展區嗰度，預計今年年底2023年底咧就會收到收地嘅通知，同埋會面臨清拆。咁當中咧就會超過1800隻户數，假設每户有一隻狗嘅話咧，嗰度有1800隻狗，保守估計咧就可能係會被遺棄而面臨呢個人道毀滅。希望可以透過壁畫呢個文化藝術可以提倡到動物嘅權益，咁所以咧就都會畫一個壁畫啦。咁佳音堂咧，咁而家都依然咧係運作同埋有崇拜嘅當中嘅，逢星期日上晝11點，咁有佢哋嘅 website。咁咧小弟咧亦都聯同翻一啲有志之士咧幫手喺前期籌備嗰度，譬如用一啲高壓水槍同埋有一啲白色嘅底油嘅過程裡面咧，都做咗一啲嘅基本修補啊，或者係油翻啲底油，咁呢啲都可以幫到手嘅。咁去到要畫稿咧，咁就開始有啲棘棘地啦。因為咧，參考人哋嗰啲唔同嘅地方，譬如學校都有一啲挪亞方舟或者聖經嘅故事，咁究竟個圖點樣可以好快速地起咧？咁因為而家咧有一個好好嘅 AI 嘅自動生成嘅方式裡面啦，咁我邀請到阿 Yoyo 咁啊幫手以 AI 嘅方式裡面咧起圖，令到方舟拯救百險圖嘅概念咧可以快速可以生成到出嚟，咁啊可以有一個底稿或者係參考嘅圖稿，令到佳音堂裡面嘅職事或者裡面嘅內部嘅人員啦，我哋嘅畫師啦、義工啦，都可以快速可以了解明白到點樣可以做到呢個創造。咁同時間咧，就邀請到唔同嘅畫師幫手，包括但不限於排名不分先後，有 Wasa 啦，亦都有珊珊導師，有藝術家 Jessica， 亦都邀請到Bresley， 亦都有KK 嘅係啦 IG 去幫手參與創作同埋做繪製啦。咁啊，成個嘅方舟連埋白犬圖咧，嗰個範圍都比較大嘅，咁所以咧都以唔同嘅部件零件分佈嘅方式裡面邀請唔同嘅畫師去參與同埋做創作繪製。咁我哋有咗 AI 嘅圖裡面，令到我哋嘅溝通裡面大大減少誤會啦，或者係令到成件事嘅構圖構思同步得好快，亦都令到唔同 parties 嘅參與者咁亦都可以好具體知道我哋要畫啲乜嘢。咁再按唔同嘅畫師嘅風格、技術同埋手勢咧，就再按唔同嘅物件裡面咧，就做一啲嘅新嘅創作。所以 AI 咧都可以幫我哋大大縮小嗰個創作嘅時間，係好方便嘅。咁啊，呢個白犬圖咧，亦都希望可以預計邀請唔同嘅義工咧參與嘅。咁啊，畫好咗呢幅畫咧，其實咧都會有個導賞團。咁啊，係除咗呢一幅嘅佳音堂外牆嘅壁
会以外咧，其实喺逆远村仲有四个唔同嘅地方地点都已经开始画好咗一啲嘅壁画啦。咁喺上年2022年12月咧，已经开始有导赏，陆陆续续去到而家都继续有导赏。咁啊，涉及就超过大概100人次就已经系参与过嘅。咁啊，亦都俾少少花絮，呢啲咧系由社企街坊带路，咁系邀请咗一啲嘅街坊一起去成为导赏员嘅。咁呢啲咧就系导赏嘅过程嘅花絮，亦都有唔同团团次啦嘅参与者咧去参与呢个导赏嘅路线。咁成条路线咧就有一个90分钟嘅介绍。咁啊，串联唔同嘅壁画同埋一啲嘅地方嘅景致，咁啊一个90分钟嘅介绍同埋导赏。咁同时间咧，喺逆远村里面咧，都仲有其他唔同嘅外场欢迎其他有兴趣嘅画师咧一齐加入去做绘制嘅。咁咧详细系可以报名系参加个导赏团。咁社工队嘅官方导赏团咧的报名日子包括有4月15日上午10:30、5月、6月等等都有不同的导赏团的。那如果是画师想有兴趣去参与有关的开发项目，包括是绘制啊，或者是画画，或者是义工参与去做赏识的话呢，都欢迎的。啊，重点是漏了添。咁今次咧，其實係想呼籲翻有個壁繪嘅義工招募，喺2023年4月2日星期日，咁就有兩段嘅 time slot 想邀請招募義工嘅。咁第一段時間係上午10:30至1点，咁另一段時間係2:30至5点，咁每段人數咧就十，希望可以揾到10个人就額滿即止嘅。咁報名嘅方法咧就有呢條 link 或者喺留言區嗰度 comment 咧都有一個報名嘅方法。咁啊，今日同大家分享翻一個壁繪同埋以 AI 方式裡面去做起稿啦。咁而家 AI 嘅人工智能自動生成仲有好多唔同嘅應用情況，譬如有聊天機械人啊，有翻譯啊，有創作力啊，或者係一啲 programming 啊，或者係一啲分析啊，助你去寫一些投訴信啦，或者是一些 report 裡面的 summary 啊、review 啊，甚至是 3D 的模型去做 creation 都是可以幫到手的。咁陸陸續續希望可以應用到在生活上面。咁今天就同大家分享 AI 起稿，真的快靚正。咁啊，同一時間亦都麻煩各位畫師幫手在他哋的領域上面有一些新的創作和手勢，同時間就招募義工。今天先跟大家分享到這裡，拜拜。